水去可以稀釋一啲好濃烈嘅嘢，啲顏色相對嚟講係冇咁刺眼，係平和咗好多。你其實好似預備緊一份禮物，呢個過程我覺得好似有溝通咁樣樣，因為嗰個平面佢同時間都會俾翻回應你嘅。即係呢個係時間，你係需要即係雙方都願意付出你嘅時間，大家先會得到一啲珍貴嘢都唔定。你一個創作其實唔係淨係你一個人做完一啲嘢就算數咯。